玩二一四时间12:00，2020年2月1日星期六，啱啱下昼15:00就开正，即系政府开个记者会，就话宣布多几轮嘅防疫措施之外，亦都宣布全港中小学、幼稚园、特殊学校將會延遲復課期，延到3月2日先復課，這個是暫定，之後它有可能改變的，它可能 再推遲到3月2日之後，因為它說那個疫情都有增無減，然後個口罩供應量都是口罩難求，都可以說，所以說它要考慮那個疫情的情況、口罩供應量和學校的準備。咁所以咧，佢今日就宣布將嗰個假期延長1個月，延到3月2日。咁即係咩意思咧？對於我哋就多咗1個月嘅假期，但係相反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好好，因為你都知啦，2月幾本身係補課啊嘛，後屘啲補課都冇曬，即係對於啲文憑即係 DSE 嘅考生，甚至係我咧。都有啲擔心，會唔會 DSE 個考即係3月30、31日就考中文啊嘛？我記得3月28日我考化學，但基本上如果延期咁點算咧？我記得模卷，我記得地理模卷好似未考，加上地理模卷就喺2月中考，咪2月頭考，但係咁啱又放假。都好難準備啊 ！DSE 個個都即係冇得去預，即係練習，好似考試咁樣，真係好難練習噶嘛。咁所以對於 DSE， 甚至對於我嚟講 ，DSE 考試都有啲煩惱。你假期越多，你變相少咗啲補課嘅時間，冇得補課時間就缺少同即係缺少老師即係教你唔識嗰啲地方。冇咗教你唔識嘅地方，你就乜咁你就唔識，永世都唔識。雖然做 fast paper， 但基本上有啲技巧都要識噶嘛。啱玩地下行動，沙士有47個死零次啊，即係死0次，47條友仔都幾呢一鋪都可以。呢鋪都可以抌上網，但係你問點解見唔到和雪蛙嘅掛，即係通常都係嗰摸到佢嘅底線，就係佢永遠就係玩Merita 同埋 Operation Underground， 因為每次玩出兩個地圖都淨係見到佢，其餘嗰啲就唔見嘅。我即係佢係中國大陸嗰啲人嚟嘅，佢應該係猛咁。買嗰啲盜版 BF5， 跟住然之後係咁開個帳號，真係佢個個帳號都係和小歪瓜。佢 level 120幾嗰個士官長嗰、那個，即係佢升嘅士官長嗰個帳號都冇買，而家跌翻去到一等兵嗰度。即係我玩毀滅嗰陣時，遇到一個人叫做 PK860128。這個曬24/12攞7000多分，基本上其實佢係外掛嚟嘅，佢只係掩耳盜鈴，佢只係詐低自己喺度掩飾自己唔係外掛。點解話外掛呢？即係如果你睇嗰段片，你就知即係佢鍋吃，同埋佢永遠知道我喺邊。佢淨係殺我，我覺得佢好似佢標記我係一個目標，即係好簡單，佢就殺最高級嗰個。好簡單，因為好簡單成鋪裏邊。全場64個人得我係最高級嘅啫，其餘嗰啲都係120幾啊、60幾、40幾嗰啲嘢，我係179。佢又淨揾我嚟殺，跟住然之後佢就殺咗我7次，仲要係佢攞支 Type 100，即係嗰啲白色 SMG 啊，佢又係咁。即係佢知道我喺邊嘅，即係我喺出邊，佢竟然喺入邊射死到我，佢仲喺加速碰上都射死到我，爆頭啊！跟然之後啟斯佢喺對眼力裏邊，佢喺出邊竟然隔住啲眼力都射死我，
仲係先先係咁爆，仲唔係 hacker？ 跟住仲要係我出去即係想去兜一個地方去 D 區啊，點知望到佢知佢知道我出咗嚟機機事，佢就同我見面，後屘佢殺我唔到，因為佢俾個坦克射死咗。跟住之後就知道又俾佢殺死，去到 D 區又俾佢殺死第六次。佢射咗條司機走佬，跟住後屘俾人哋 Louis 跟射死。到到我由 A 區走去 B 區，跟住佢忽然間衝，即係佢知道我行嗰度，跟住於是佢 B 區懟冧咗我。有冇咁巧啊？佢竟然知道我喺佢竟然知道我喺 B 區玩，即係屌啊！咁於是咪話 nice PK 爆嚟嘅200 hacker， 最尾佢分咗低我，都白痴嘅，外掛點解咁低嘅？咁但係啊，佢全程淨係想殺我，咁佢外掛都唔好靈。佢24個裏面有7個係殺咗我嘅。呢幾日都夠唔凍，我睇到天氣報告，佢話星期一就話預計氣温會稍微回升，但到最後星期二又係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，又再凍翻。